明夜战神，姑娘以后叫我明夜便是。明夜，我昨晚一直在等你。这河中爬出来的小蚌精，好像还真没见过什么世面呢。这小河沟里出来的，还能指望有什么眼界？恐怕活了一把年纪啊，还是头一次见到咱们神域是什么模样呢。神君，你们二人为何不提醒他一句？回神君，方才见夫人玩心正盛，怕扰了他的兴致，才一时忘了出言提醒。哎，明夜战神。桑九姑娘，桑九姑娘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战神，姑娘以后叫我明夜便是。嗯，明夜，我昨晚一直在等你，总是不见你来，就一不小心睡着了。你后来回来了没有？我是不是睡过头了？抱歉，其实我昨晚就应当对你说清楚的。我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并无缘分，虽结为夫妻，但并非出自本心。我想姑娘心中也应当是如此吧。你我既无夫妻之实，日后行事不如就先约法三章。其一，这玉清宫你可随意出入，你的寝殿我不会踏足，你我日后各行其事，互不侵扰。其二，你名义上虽是我的夫人，但绝不可借此威逼欺凌他人。其三，姑娘日后若是有心仪之人，大可另择佳偶，我会向蚌王修书一封，与你和离。军中事忙，恕明夜不便奉陪。